小米是素，小米是硬，袂吃唔饼一定输定。小米是有，小米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连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吃不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连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暂时的成功连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下晡时，那么两点开始，有缘有小弟阿宏神困，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吼。来，咱首先来看一节政治的新闻啦吼。哇，他即马。一寡名嘴吼，我看大家拢皮皮错啊！台湾团结人民声援陈昌辉等，去年哦，率众到特侦组来陈情，并且高发特侦都啊。起床哦，讲特警都起床了，这话。那么北检今日以这个侮辱公诉罪，哦，罪嫌的时阵呢，起诉
台南顶三个人。台联台南市东部主委陈昌辉啊，甲台南民众，伫个旧年五月十五日包车北上到特政组，伊个即个头前啊来陈情啊，要求特政组积极侦办前行政院长吴敦义。迄个时阵，任经济部长施元雄、前台电董事长陈桂明，以及着中油董事长朱孝华等人啊。那么，解读台电以及着中油弊案，并动汽油。油电啊，已并是民怨。那么起诉书指出，陈昌辉等人当天手摕着特征刀啊，中油台电哦，啊，这是什么呀？哦，这个困啊，哦，水啊，哦，足济啊，这就是咧困的。的标记啊，顶个是呐海报，徛在特征组门前，啊来高喊着特征都起床哦，特征都啊硬起来哦，顶只个口号，维持现场特殊伊个即个警方啊，连续两遍夜排，命令解散，并呼吁群众。配合修法了后，陈昌辉便率众啊来离开。检警认为讲，陈昌辉等人有侮辱特征组伊的这个嫌疑啊，哦，展开着侦办。但昌辉表示了，伊当时有。也写到特征组都伊个即个离岸海报，并当场有画特征组起床哦，啊，那么特征组硬起来哦，即个即个口号啊，我又承认啊。台北地检署审查警方当天伊个即个搜证内容等资料。认定讲，陈昌辉以及着同案被告台联党立院党团办公室副主任刘国荣，台联党组织部副主任周尼安，犯案明确，今日将三个人以侮辱公私罪罪嫌。啊、来起诉，哎呀，去年，去年五月呢，要几年啊呢？吼、哦，啊，这个代志呢，所以我感觉这种的办哦，实在是，人家讲什么呀、啊？牛牛呢？哦，牛牛不化，想计蛤蟆啦，对不对？去年五月个呾。今年五月才起诉，一年呢，较无一年啦，较无一年，得要一年啊！我是感觉讲这伤过狠啊！你该想，对不对？搜证啊，甲调来问，这真简单啊！这老实讲的，这种的，一两个月就起诉啊，对不对啦？啊，甲这嘛才起诉，我是讲。这伤咸啦吼，这伤咸啦！所以我常在讲，政府咧办事，哪会拢安尼是牛步化啦，牛步化，哦，这是政治方面的啦。来，咱过来看有其他的无啦。
哦，对啦，这个啦，前哦，消防署长，啊，咱这个姓黄的啦，黄桂敏，涉嫌着贪污案哦，哦，检离处终结啦。那么伊另外还佫涉及到这个洗钱，啊，甲买官。哦，这买官这甲阿扁有关系，哦，这阿甲阿扁有关系。来来来，那么前消防署长黄桂敏涉贪被扣押了后，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伫个今日，哦，八日算长就对了，哦，算长。那么完成第二波的这个证。终结起诉事宜啊！那么，你除了这两波起诉案件以之外，检方嘛查出黄桂敏另外涉及这个其他洗钱的这个弊案，目前啊正在持续啊伫个侦办中，根据。中央社报道第一讲，台北地检署检方除了认定进前黄桂敏伫个高雄采工防灾救援器材标案，那么涉嫌到收受贿赂新台币1924万元以之外。在今日第二波终结起诉中，搁进一步，那么认定黄桂敏涉嫌为厂商量身打造招标伊的这个规格，企图那么啊图利啦，哦，厂商1207万元，并且。甲前副署长陈文良等人啊，涉嫌篡改文书啊，吼、哦，啊，这就是伪造文书啊哩，哦。那么，伫中央社还佫指出，警啊检方另外查出黄桂敏啊疑似，还佫另外涉及盗取洗钱的一个弊案，将数千万块。而这个款项，那么恢复伊的这个囝哦，嗯，不生啊，咱即阵有报啊吼，啊因囝啊无咧从虾米花啊，对不对啦？啊那会扣除遐多遐侪钱哦，就是因老爸啊，哦，前消防署的这个署长黄桂敏所花入去的啦，并且伫个境外哦，爱是那样。直散，吼、哦，啊来藏起就对了。哦，迄买拢买，那么买厝，啊拢无报哩，公务人员拢爱报，对不对？结果伊买，吼、哦，啊拢无报，啊就是藏起来，吼、哦。伊级别是哪里啊？涉嫌开1000万，啊来买官，哇，这真正，啊，目前的是哪里啊？检方。正伫个持续追查中，哇！啊，咱即嘛即，嗯，啊，种遮大，遮大个孙仔呢，绝对一定伊个顶头，伊个顶头我看，都阿扁啦，尔咧，阿够像，吼，迄阵啊，对不对啦？所以我看阿扁吼。哎、欸，那听到这种这个消息吼，我看手骨会颤，哦，手骨会颤，所以惊咯，佫袂稳啊，哦，这绝对的孙阿娘，对不对啦？脚手也皮皮颤，哦，是不是安尼先？啊、哦，这个实在是啊，来，咱来。哇，15分钟了呢！哦，来，继续了。
这个黄贵敏哦，道理轻松，千万颗哦，所以孙那呢，黄贵敏一个另外个教的人起诉，根据台北检察署的哦，这个今日对黄贵敏案第二波的这个情节啊，林庭光前消防署长。黄贵敏为枪伤吼，来量身打造招标这个规格啦，咱都要讲嘛。所以啊，甲这个前副署长陈文良涉嫌篡改文书，哇，拢总起诉九个人啊。但即嘛，干那肉粽的啦，吼、哦，干那肉粽的，啊，搁欠一个，吼、哦，咱普通。上细罐肉粽，敢是十粒的，对不对？啊，这才九粒啊，你还佫一粒，看有无较拍拼的啊？吼、哦！台北地检署伫个民国101年12月25日首次侦结黄贵敏案，认定黄贵敏伫个91年佮95年都。在高雄彩港洪灾救援器材的这个标案，涉嫌到收受贿赂新台币1924万块，咱都要讲的吼。所以贪污罪，吼，那么罪嫌起诉黄贵敏，求处无期徒刑啊。那么案件目前由台北地院啊来审理中。检方今日二度侦结，起诉书伫咧讲啦，消防署伫咧民国93年去办理即个防救灾专用卫星通信系统，以及到现场通信救灾指挥车，啊，甲整合平台建设案。哦，那像这咱之前。这个新闻嘛，咱嘛看到迄台车，佮一台哦，哇，指挥车，吼、哦，内面的设备啊，啊，结果是哪呢？迄唔知安怎咧设计，算讲凹啊档啊，吼、哦、啊头轻啊，吼、哦、啊载个遐侪器材，迄根本都驶都袂稳，袂稳啊！你佮想看卖啊？吼、哦，遐个算哪呢？伊个算哪呢？讲安尼先啊，结果讲我听讲讲用在什么用一摆了呢？啊嘛用了无好，吼、哦、用了无好，啊所以咱等下遐，你该想讲开1000万伫个遐，吼、哦、实在是浪费吼、哦，人讲浪费公帑，啊这哦这需要爱办。真正有一挂吼，拢将着百姓钱哦，安尼撒咧野，撒咧乱开哦。后来咱休困一下啦，稍等下再搁等下，听阿红唱两首啊歌咧，来。这种这种不贵可再不啊你啊好啦阿红的心声更加大了去啦阵阵小雨阵阵落甲身躯澹透透，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要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度？当
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阵寒，可以感觉心也寒。伊故乡在对面山坡，目睭静静看。黄昏时，日头渐渐对落山两边。等待月娘出来的时候，就来问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阵小雨阵阵落，阿甲身躯淡薄薄，看故乡的一片山坡也是在落雨，这款的凄惨日子叫伊怎样过？回去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故乡的爸爸，故乡的妈妈，不知有惊无？风雨微微，乡野多凄，路顶星星照着水滴，云云的比青春难离，不知自己要行到位去。漂流浪子，风度也有小风雨，当时踮在船边，讲甲天未甜，真
真正稀微哩，我请你刷来拆分离，不知何时会来相见。真情长半日，爱风也微，淡薄也有落。冷冷吹听心情飘浪的旅行，为着旅行花了半生，海面做打点，我的心情为你牺牲。你若袂分离，茫茫前程都要那回停。
人陪伴，山摇来听山，有尖无线，阮是要安怎？思念心情无地继续搁倒来现场吼，你即马所收看这部是阿宏无所不谈。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啊个四点。由阮由小弟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共同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听阿宏综合报道新闻。咱来讲马英九总统，哦，你甲看，这个标题是讲施政困顿呐，马受访动气哦，哦，马的不是干呐，哦。文质彬彬啊，对不对啊？啊，是啊，过会受气的，对不对？啊，实在是第二点的吼，实在是啊，愈做愈歹。头一点的，大家吼，啊，搁有期待啦。第二点的吼，当已经拢软落去啊啦。来，这是《中国时报》采访切记啦。那么马英九总统的这个第二任将在下礼拜，的这个拜六，哦，就届满一年啊，为处复方哦，伊的这个无聊啊，近来积极安排马英九接受媒体啊来专访。那么总结一年来施政的这个成果，尽管主持人周玉蔻，这个会使讲伊专长啊，哦，柔雕啊来访谈，毕竟无法撇开改革受阻，经济不振。哦，那么无聊、疏忽等等这难堪问题，你总是努力保持温和形象的这个马英九，面对尴尬连番袭来，就是袭击的袭啊，袭来了，马林不知。当了官会了，一年来施政困顿低迷的这个民调，何马英九在谈年金改革、十二年国教等等这复杂的这个专业问题，那么有多几分的这个耐心呢？却会说咱应用统计数据来。说明，但是当主持人质问经济无好、有缺失准，那么官员免负责任吗？哦，难道总统拢袂受气？马英九渐渐按捺不住的这个情绪啊啦，连番回答，我怎样也袂受气嘞？
哦，我嘛是人呢，哦，是不是啊？啊，对不对啦？啊，难道官员落台会用来解决问题吗？啊，这样以后谁还阁敢做公务人员呢？对行政部门分体不成功，伊个即个证书吼溢于言表啦。当周玉蔻问到，那么甲今日无解读罗素如伊个即个威廉啊，那么即个代志拢处理袂好啊，要安怎来治国咧？吼吼，安尼，周玉蔻安尼，即句甲算落去安尼，对不对啦？嗯，马英九才真正动起啊啦，一句安尼，好久都无出现的冰冷的、如少的这个谢谢指教，哇！那么丰富，甲大家全国人民吼，亲身吼。石坦是伊心中最大的这个痛，都敢那痛，啊，敢那样讲痛，对不对啦？啊，咱讲几遍啊，是不是安尼先？都听听几遍啊？我看要互别人吼听死啊，对不对？啊，你马英九还阁听未死啊，对不对啦？马英九的时阵安尼啊，强主压着无爽快这个心情。无欢喜的这个心情，哦，对若干议题，却嘛忍不住对主持人讲出来了。哎，周小姐，啊，这是常识啦，哦，这是常识的谈话了，哦，连被问到夫人周美清。是不是访问大了，拢硬邦邦回了一句啦，吼、哦，甲有啥物关系？对不对啦？哦，安尼，啊，虽然无伫个主持人的这个诱导之下讲出家己的这个问啊，但是哦，连恁一周年伊的这个气氛哦，谁不将？安尼，郁闷的这个气氛哦，啊来度过了。所以，看看哦，真正马英九哦，你若要搁做落去哦，这一两年哦，我看你若无真真正正哦。爱觉醒哦，你若阁安尼落去哦，啊，绝对还阁较惨。因为安怎讲呢？你无能啊，真正你无能。对问题，对不对？啊，你敢那老实讲的一寡代志，你都背袂离啊。啊，你阁想要讲阁继续，啊来担任恁党的这个主席哦，我是认为讲无需要啦，无需要，对不对？啊，加一寡恁党诶哦，都大家拢歹去啊，对不对啦？啊，是毋是安尼先？若要互我阿宏，我早就死掉啊！我著敢那阿扁也咧讲啊，我是全民诶，即个总统啊，毋是民进党诶总统咧讲，敢嘛是真大声，对不对啦？啊，所以。党部吼，予别人去看啦，因为你无法度啦，真正你无法度啦。啊，迄是你身边的人，你较早提拔的人，伊无法度通，伊就绝对是用予你个连任党主席啊，对不对？啊，你家己讲遐错是，那要啊，我就唔知要安怎甲你讲啊。啊，我甲你讲，你嘛听袂到。是不是呢？是，啊，所以有讲等于无讲，啊，不如就卖讲。这是
这个周易课吼，访问马英九总统，连任这几年来，吼、哦，对事情啦，种种的，那么简单，新闻吼、哦，报告大家。来听，啊！你听了，唔知如何哈？来，过一站，这哦，这算个小站嘛，小站啊，要大站嘛，算大站。这个收费净所税。高雄立委赞成啊！哦，啊那高雄都国民党诶啊，啊甲民进党诶啊，台联党诶啊，对不对啦？啊，甲诶是哪呢？甲迄落诶，迄无党诶吼，迄无党诶嘛扣扣一党啦吼，但是。那现在讲什么呀？现在什么名称啊？那么国民党立委孙大清，哦，昨啊个在份杂志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将近九成立委认为讲正所说。应该会读，或者是讲检讨了。我有另外看新闻，啊，咱这个行政院长，这个江宜桦，伊讲袂使会啦，会使检讨了。总统嘛是同款这个意思啊，包括24人赞成。立刻啊来会读，71个人要求检讨，哦，主张无必要检讨的这个，敢那有4个人，另外有6成7的这个受访民众啊，嘛希望讲会读或者是讲修改净所税的这个政策啦。孙大清昨再去陪同。在份《双周刊》啊，啊，总编辑梁宝华，伊叫做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建波，这林建波，哦，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有89%的这个立委啊，认为讲净所税吼，应该爱废除或者是讲检讨啦。有67%的这个民众哦，希望讲废除或者是讲修改啦。多达90%的这个投资专家认为讲废除净所税了后，将有有利台股的这个啊，的这个气哦上涨就对了。奇怪了，感觉讲是安怎弄？迄股市都爱气啊，啊气好诶股。好个股友哦，好空哩！啊，其实咱民众个嘛无得到好处哩，哦，啊奇怪，嘿。那么，执政党呢，这个过半有意见啊，在113位调解立委内面，除了立法院长王金平、副院长洪秀条。无访问以及到4位立委，也无回应伊自挂啦。剩诶107个受访立委内面，都大概95人认为讲应该废除或者是讲检讨净所税。其中直接表明废除诶有24个，包括国民党诶14个，民进党诶9个，无党诶即个一个啦。主张立刻检讨有32个人，有条件检讨的
就39个人啊，吼、哦。大家注意的就是讲，认为讲爱检讨的清楚税，也这个执政党立委啦，都达到38个啦。加上主张废除的这个13个人，吼、哦，伫个51位，吼、哦。那么过半数国民党的立委吼，拢对清楚税有意见啦。哦，另外有8位立委无愿表态啦，哦，啊，因为安怎讲，啊，搁咧看方向呢，对不对？唔得，我了想过迄款呢，刷落去，都敢搁啊，刷落去搁互骂吼，对不对？即马大家吼，拢做代志拢真小心，哦。啊，那么另外。这个有四位立委认为讲，清所税吼无必要检讨啦，包括国民党的立委吼陈淑惠以及到陈天才啦吼、哦。那么孔文杰以及到民进党的立委，这个林淑峰丁林啦、啊，哦，林淑峰这个是山林部落主委啦，吼、哦，山林部落主委啦。那么有超过66%的这个民众盼望讲爱废除了，哦。调查并指出有66.6%，哦，民众认为讲应该废除或者想修改征所税了。其中37%民众主张吼全面来废除了，30%认为讲应该修改或者是讲调整啊。敢若有16.5%吼，民众认为讲，卖用检讨维持现状就好啊啦，吼、哦，有改安尼就满意啊啦，吼、哦，啊，政府的什么呢？复征征所税，这个管租税公平正义的。哦，但是民调发觉讲的时阵啊，竟然有多达50%的这个民众认为讲征所税不符的时阵啊，公平正义的哦，啊，过去哦，都拢免扣啦，对不对？啊，出在因去拨啦，对不对？啊，无你政府也要甲当，是不是？赢也当，啊，输也当。嗯，啊，人东港的都包赢，无包输的哩，都一样拢安尼啦。你跋筊，东港拢绝对包赢，无包输的啦，对不对？结果的时阵啊，都煮一挂点心哦，恁食食安尼喏，尔啊，点心好甲歹安尼啦，对不对啦？哦，啊，点心呐，创较好的，大家都嘴笑目笑啊，你哇，啊，咱今日输一栋，无嘛食一个较好的，吼、哦，是不是安尼？啊，总是啊，你讲哦。叫东港的讲卖东吼，这是无啥可能啦。北港的倒一个要做，对不对啦？啊，东港的孙安尼啊，降级场所，佮降级的孙安尼啊，啊，一寡甚至吼分酒啦，种种的，嗯，啊，无小可，对不对？当一寡的孙安尼啊，通佮开销啊，要哪样的？吼、哦，你叫东港的了，迄无可能的代志啦，倒一个袂。大家嘛无诶，是毋是安尼先？那么林建波表示，台股虽然还阁未达到8500点的这个起涨点呐，哦，定义的时阵呢，正所税一角还未起，还未涨就对了吼、哦。但是股市。交易量啊，以大幅度的这个萎缩了，吼、哦，造成正交税吼低收550亿，哦，550亿呢，哇、哦，这多，哦，相关资金搁较转投资到国外股市，或者是讲房地产市场呢，不利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呢、啊，奇怪吼、哦，啊，我是感觉我是无咧算股票啦。嘿，啊，股票若起，敢真是啊？代表国内的这个社会
哦，甲迄落敢真是啊，遐尼啊落落吗？啊？后来咱时间到了，咱到这做结束。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再见，拜拜。